这就是任务目标，那我先上了。值得夸奖的，哼！这就是任务目标，那我先上了。我不关心。能与各位一起进行这场演奏，是我的荣幸。审讯，开始。重生吧，我看你爱谁。你喜欢怎样的学生呢？小事一桩，没什么值得夸奖的。
交往吧。忏悔吧，我也可以。主不会有剑指宝刃。主不会原谅萧虎。忏悔吧。让主净化你罪孽深重的灵魂吧。忏悔吧。希望你们。我也可以。明白了，想一了之。消亡吧，忏悔吧，可以吧。主不会原谅你的。忏悔，我也可以。可以吗？是一场爽快的战斗。你有的都拿出来吧，有我在你身边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
我觉得我枪法不错。你的行动我一直看在眼里，因此我对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也心知肚明。